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1年5月12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张翔安在市委党史学习教育读书班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带头践行初心使命，带头担当，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陈冰冰、张军毅参加。张翔安与工商银行省分行行长胡伟毅一行举行工作会谈。抓双招双引开新局新篇专栏今天播出，盈江区楼宇党组织引领高质量。桐城、怀宁等地切实解决群众关注的突出问题，将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活动落到实处。我市各地广泛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活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根据全市党史学习教育总体安排，5月10号至11号，市委举行党史学习教育读书班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市委书记张翔安参加并讲话。他强调，带头践行初心使命，带头担当，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冰冰，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张军毅，市委常委参加会议。读书班分两个阶段进行，5月10号全天与会人员开展自学，5月11号上午邀请省委党校教授吴梅芳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的专题报告，并开展集中学习研讨。花家红、郭家满、洪学农、顾梅帆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做重点发言，交流心得体会。张翔安在讲话中指出，党史学习教育全面启动以来，市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统一部署，一体推进学党史抓整改正作风，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态势良好。下一步，全市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突出工作重点，引导和带动全市上下进一步做细做实各项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安庆党史学习教育的良好形势。张翔安强调，世界领导要带头强化理论武装，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不断创新学习方式，提升学习实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全面系统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创新理论，增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政治自觉。要带头践行初心使命，把党史学习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示范带动各级领导干部边学习边调研边办事，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增进民生福祉，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集中解决突出问题，扎实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要带头担当，真抓实干，聚焦近百强上台阶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双招双引，大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大胆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积极争取更多发展空间，自觉担负起促一方发展的职责使命，同时统筹做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新一轮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等各项重点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张翔安要求各位市级领导要牢牢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目标任务关键环节基本要求，带头压紧压实责任，要坚持以上率下，强化督促指导，强化宣传引导，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市属其他副厅级领导干部，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参加读书班。5月11号下午，市委书记张祥安与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行长胡伟义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就深化政银合作交换了意见。张祥安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长期以来对安庆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安庆发展已经站在新的起点上，希望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进一步增强竞争优势，积极参与安庆的双招双引、项目建设等工作，实现双方合作共赢。我们也将秉持谁贡献大就支持谁的原则，推动金融机构在安庆公平竞争、健康发展。胡伟义表示，将抢抓安庆发展机遇，积极对接重大项目招商引资等金融需求，为安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5月11号下午，安庆市社会治理研究院在安庆师范大学揭牌成立，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杰参加揭牌仪式。黄杰要求要紧扣中央精神开展理论研究，做到以学促思、以学促教、以学促行，推出一批符合事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科研成果，为党委政府积极建言献策贡献智慧力量。要建立完善沟通对接机制，从基层实践中提炼打造助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档升级的优质特色品牌。要明晰职能，集成资源，结合社会治理研究建设高端智库。要创新培育一批本土特色社会治理品牌，不断推动市域社会治理体制布局和方式现代化，努力打造全国一流、全省领先的市域治理模式。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对2020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的通报。我市因促进社会投资健康发展、企业债券发行、债券品种创新与风险防范等工作成效明显，受到国务院办公厅督查激励。此次获国务院办公厅督查激励，意味着我市企业在未来两年里直接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报企业债券时更加便利，审批时限大大缩减，这对于全市申报企业债券提速增效将起着关键作用。获得申请企业债券实行直通车机制，也就是企业直接向国家发改委指定的受理机构申报，实行即报即审，审核时间由15个工作日缩短到5个工作日，政策期两年，审核时间较过去大幅缩短。近年来，市发改委积极抢抓政策机遇，坚持把发行企业债券作为拓宽融资渠道、破解融资难题的重要举措来抓，充分发挥企业债券扩大有效投资、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围绕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等国家重点支持的债券创新品种，搭建企业和券商对接平台，组织指导企业申报发行企业债券，成效显著。这项殊荣与安庆市相关工作在过去一年取得的良好成绩密切相关，一是固定资产投资，二是企业债券申报发行和组织，三是信用体系建设，四是企业债券风险防范工作等四个方面。2020年，我市共申请上报企业债券3只，规模21.3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及注册企业债券2只，规模11.3亿元，成功发行企业债券2只，发行规模12.5亿元。从债券规模看，2020年我市企业债券核准及注册数量居全省第一，发行规模居全省第6。从债券品种看，发行的企业债券主要用于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建设，对落实六稳六保、实现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进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绿地紫峰大厦是我市首个甲级写字楼，入驻500多家金融、类金融、互联网加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近年来，盈江区先行先试，以绿地紫峰大厦为示范点，探索党建引领、统战聚力、互融共促的新路，实现党建引领企业发展的目标。爱康医疗是2014年进驻紫峰大厦的一家医疗体检中心，随着企业的发展，投入使用的医疗设备也越来越多，原先的电力设备满足不了用电需求。
在运转过程中，因为我们这个设备多，经常出现呢断电的现象，这个空调冬天的时候或者是夏天的时候都转不起来。紫峰大厦党委负责人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积极对接市供电部门，为企业加装了一台稳压器和一台配电柜，有效解决了企业发展中存在的瓶颈问题。2016年，盈江区在绿地紫峰大厦成立我市第一家商务楼宇党委，配备20多名统战委员、统战工作联络员，成立工会、妇联、团委、商会等群团组织，构建商务楼宇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以打造楼宇党建示范点、楼宇经济新标杆为目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服务企业发展。桐城、怀宁等地积极回应群众期待和诉求，切实解决群众关注的突出问题，将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活动落到实处。农贸巷紧邻桐城市和平路菜市场，由于菜市场空间有限，很多摊贩选择在农贸巷里摆摊设点，一时间这条并不宽敞的巷道逐渐形成了歧路市场。这个下雨天呢，就是地下有花，有气味就不好，蚊子喷的又多。接到群众投诉后，桐城市城管局多次对这里进行整治，但效果并不明显。为从根本上解决歧路菜市及周边环境脏乱差问题，这段时间城管执法人员从早上6点钟就开始上街巡查，并向商贩们发放关于取缔农贸巷沿河西路歧路市场的公告，引导广大摊贩经营户在和平路菜市场进行合法合规的摆摊经营。我们那是啊，全部到食堂里面，一个营养教练。我们如和平市场这个今年对接，现在已经划着这个自产自销这个摊位是105亩。整治初见成效，昔日的歧路市场没有了人声喧哗。在和平路菜市场内，记者发现每个摊位都设有编号，摊位上蔬菜摆放整齐，干净卫生。卖的有十几年了，现在这木板家卖的在这一年没在，干净，有活。就是整理以后呢，我们进行就是传达化的进行管理，保证这块的人每天多少的这个有执法人员呢，确保这块的人我们整治这块的期间实实在在的效果。办一件实事，暖一片人心。怀宁县梁亭乡把党史学习教育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投入资金对乡自来水厂进行升级改造，为全乡20000多名群众提供安全饮水。特别是对反映者中增加了一道那个防火血管，目的是对大的漂浮物进行过滤，使得我们水质变得更加清澈。饮水改造工程让我们老百姓能吃上优质的水，单位向政府为我们老百姓把它实施，把它好使。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这个乡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目前共为群众解决急难筹判问题20多件。日前，市委研究并经省委同意，潘功发同志任大关区委书记，陆应平同志不再担任大关区委书记职务。今天是第13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市各地围绕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这一主题开展多种活动，提高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能力。上午9点多钟，急促的警报声在安庆经开区书巷小学响起，正在上课的各班师生立即下蹲，利用课桌作为掩护，同时将课本挡在头顶。在听到广播指令后，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迅速跑出教室，5分钟内700多名师生全部有序撤离至操场。在遇到地震等紧急情况时，不要惊慌失措，要采取有效措施。这些演练等活动让我感到很受益匪浅。望江、宿松、潜山等地也在校园内开展了防震减灾应急疏散演练，帮助师生熟悉逃生、自救、互救的基本方法，提高抵御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桐城、盈江、大关等地邀请消防员、红十字会志愿者、蓝天救援队队员、民兵走进社区，现场讲授救灾帐篷搭建、消防器材使用方法等知识。通过这次消防演练，
使居民掌握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提高动手技能，增强防范风险意识。由市应急局、市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融媒体直播节目《主播说安全》全国防灾减灾日特别节目在安庆经开区同安社区举行。活动现场，地震、消防、医疗和气象等多位专家为市民现场解读防灾常识和自救技能。粤西潜山、望江等地也组织开展了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普及应急防灾减灾和生产生活基本安全知识，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针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交办的有关宜秀区象山村一家塑料加工厂污水外排、加工异味扰民的问题，宜秀区环保部门高度重视，立即进行整改。接到信访交办件后，宜秀区生态环境分局会同宜秀区大桥街道办事处立即前往现场检查。经查，投诉人反映的塑料加工厂位于象山村丁嘴组居民区一院内，主要从事废旧塑料的回收和破碎加工工作。由于检查当天该厂塑料破碎生产线未生产，执法人员未发现污水外排，但存在储存污水未处理的情况。同时，执法人员发现该企业没有办理环评报批等环保手续，没有按规范要求建设环保治理配套设施，且厂区内有大量废旧塑料露天堆放，环境脏乱差，属于散乱污企业。原来产生这个地方呢，这个的话呢，带着垃圾啊，这个塑料啊，这个加工这个水啊，它从这个流到这个地方来。这个村中外就是发现这个情况，这个菜这个水加到这个菜里去，菜从上面死到底下。了解情况后，宜秀区立即制定整改方案，根据散乱污企业整改要求，对该厂进行取缔关闭，实现两断三清，并要求该厂于5月15号前对现有生产设备进行拆除，对生产原料、生产产品进行清理。铲除废旧塑料已经外运，产生的污水已经外运到北部新生产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下一步，我们将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举一反三，排查整治，该彻底该到位。今天是512国际护士节，粤西县中医院组织开展心肺复苏技能竞赛，充分展现了医护人员扎实的急救技能。桐城市龙眠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来到双溪村，为村里的老人们免费体检，将温暖送到老人身边。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正式施行一周年之际，市人社局连日来深入我市部分在建工地，持续宣传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增强农民工依法维权意识。全省农机事故处理员资格认证培训班昨天在我市开班，来自全省16个地市、108个县市区、280名农机监理机构农机事故处理员参加了此次资格认证培训，培训内容为农机事故处理、道路农机事故处置等。近日，省林业局、省民政厅等单位联合公布了第一批安徽省森林康养基地名单，我市四地入选，分别是潜山市孟乡园休闲庄园省级森林康养基地、粤西县道源古村省级森林康养基地、宿松县石莲洞国家森林公园省级森林康养基地、宜秀区七彩羊亭花溪茶谷省级森林康养基地。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掌上安庆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再见。